入浴了，有哎，香，很香哇！等一下会香，要试一下吗？温暖，哇，好热，好热哦！哇，你们怎么那么冲啊？哇，要试一下吗？三只猴子。冷的，而且打死老婆。加油，我也想去。好棒哦！啊，也太难了。其实我们蛮有缘的，因为我们有讨论到全明星的时候有来过，可是没有住过。我们是温泉民宿，所以房间里面的话都会有一个温泉汤池。这房间里面就有了，对。然后除了房间里面，我们还有大众池。你的房间是哪一间？这就是重头戏了。那我们就去看房间吧。耶，走，进入房间喽。啊耶，很正耶。今天房间呢，重点是我们房间里面的汤池。我们三个有需要搞那么多吗？对啊，重点是我们这一个浴缸是你们三个人可以进去不会挤的。哇，你看很大，都是真的花瓣，真的花瓣。重点是呢，我们可以边泡汤可以边烤叶子。哇，这个耶，一览无遗。现在晚上是看夜景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是别人看我们夜景？白天他们看的是我们，镜子看你们。对啊。白天的时候呢，是可以看到火焰山的哦。哇！对，所以早上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这个房间呢、是火焰山的第一排。哦，对，然后你又可以看百万夜景。哇，厉害了，山景厉害。跟最后一个字的顺序，对。